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当的标准的一个包装啊。有些咖啡啊，就是鲜榨汁条，我有寄给我的客户我就会将弄底下是椰核跟刀核最底下是刀核，然后上面里面是这个椰核这样子，这边是高压的枝条，然后这边是扦插嘛这里是扦插一些高压，然后这边我就会这样去摆，待会呢我就是会撒一层椰核在这边这样子，这椰核呢就是可以保持新鲜度很长时间。这样子。好，现在呢，我就是会使用这个刀盒了。这样子，包一层在外面。当然是这个刀盒呢不是很凉，可是因为里面中间已经有这个椰核的话，所以它包在外面就像做一层保护绳禁止晃动就是不就是呢那个可以预防那个晃动这样子。像其他的我也会做一些我就是每个我都会将弄，然后每一个步法了，我就是要做很详细。我现在呢，就是会先一个一个包装来。这边。这样子。我会将。折起来，现在呢就是会这样包，这样子，这颗最大我就是会飞到富国岛
个是复活岛。第一个，这样子，后面呢，第几个我都会这样包装，所以首先是最外面是一层刀盒，然后中间是椰盒嘛，哈，然后摆完之后，我们再加一层椰盒在中间，然后最上外面就是一层刀盒，这样子。好，今天我的视频呢，先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给我留赞、留下评论和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啊，谢谢哦。